羊排29.9，看肉多多，挺多，挺多，给我来这个吧，151.7。好嘞，谢谢。来两勺子盐，用盐泡的血水又快，肉质还嫩口，让它在这冷静冷静。小筋膜子简单修整一下。冷水下锅焯水，姜葱、小料酒，开点热乎水，把上面的浮沫洗洗干净。锅里呲点油。挖一勺子郫县酱，给它炒出红油。这里小茴香、花椒、大料、香叶、桂皮，还有点干辣椒，一共这些料全都用上了。把料炒香，葱姜、大蒜瓣，生命的源泉。淘好水的羊排放热水里头，淘好的料搞里头，来勺子盐、小苍粒，来几粒小冰糖、老抽、酱油。来罐冰儿，高压20分钟。你这手葱发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爱晒爱坏杜大姚。今天整了5斤羊排，让我给香辣了一下。我表弟送给我了个 beer， 干脆不认识。我等下，这沫也太狂了！我一股啤酒劲儿太大了，哪儿听来着？看这块嘎干的啊，老烂乎了。一碰。来点小酱酱，啥玩意儿？让我呼的滴了嘟了的，彻底开花了。羊排就得这么好吃，嘎嘎散架子，没奶。什么神仙的味道？哎呦妈！太幸福了，好几层啊。肥肥的，老香了。我懒了，没去那个批发市场，去批发市场这个更便宜。顺路就近买着。这玩意儿看细跟秒呢。咋这样式呢？贼香。腊八蒜，绝对，这酸甜的，哎呦，太香了！我这压力锅不是电的，是煤气的，压20分钟刚好。靠脊柱这个边上有一圈那个脊骨，
楼上装修啊。我吃了大蒜，上次我爸跟我说大点你的筷子挺好长啊，不知道乱买的，说什么什么木的我也不知道，我忘了。之前我其实现在也是最喜欢用那个钢筷子，小伙伴嫌闹腾，我没办法，要不然有一段时间都用一次性的。剩个小白菜心，让我跟干豆腐黄瓜咔去拌个一起，整个小凉菜。这里中间的脊骨太膈应了。这是黑椒酱，韭菜花没有了。哎呦，够瘾点的，吃饱了。啊，太香了，香而不腻，是装修。羊排是真香啊，看这也太短暂了。净小玩一个，还行吧，不比我小绿，反正劲儿是大，一喝一口撑下了，嘎嘎不舍得收汁儿，舍不得这汤。卤肉的汤，第二天剩了嘛，做面条最好吃最好吃的，咔咔往里磨几个鸡蛋，早上就解决了。好多小伙伴说，我这饭勺子又跟我同款，这是好像买锅赠的。就这么忙的，想不想踹我，小伙儿？吃饱了，吃的老得了，辣八蒜可好吃了，小伙伴喜欢吃吗？
这是我买的，我自己没腌过，一次都没试过。有小伙伴会腌的吗？回头教教我，我照你那个配方腌一把，也是这样的吗？酸酸甜甜的，然后比糖蒜确实是辣那么一丢丢，好吃呢，脆崩的。这玩意儿喝酒，吃酒我没治了。挺爽的，感谢您的关注，咱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